近日，有网友发现辛雨锡秦霄贤互关，此举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早前两人因争议而取消互关，此番动作自然引得外界议论纷纷，有猜测认为这是两人私下和解的信号，也不乏声音认为这是炒作之举。部分网友觉得之前的争端或许只是两人联手制造的关注热点，同时有人指出，若辛雨锡先前的指控属实，则此次互关显得颇为诡异，引人猜疑。然而也有观众保持中立，期待秦霄贤的正面回应。另有人揣测，辛雨锡此举意在提升自己的知名度，利用舆论牟利，而非真心和解。秦霄贤的粉丝对此感到惊讶与不安，尤其是在辛雨锡曾爆出其负面新闻后，担心此举会影响秦霄贤的形象及所参与的综艺。总之，辛雨锡与秦霄贤的互关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真相尚未明了。随后辛雨锡回应表示永不和解，无论动机如何，最后也希望两人早日解决问题吧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